B。大家好，我是错班小班，今天来到金马伦敦吃火锅，还带你吃人人的 ice cream， 走走走。来到 Mr. 爱叔吃 ice cream 呢，它很多小吃你可以点的，除了吃小吃呢，我今天点的是这个 waffle 的 ice cream， 啊，是 strawberry 的招牌，一定要点的，来到金马伦一定要点 strawberry 吃。这边的呢来吃 ice cream 都是叫 scoop， 那今天我点的是这一 scoop， 是 cheesecake， 它 normally 是7.99一个，可是今天我点的是特别口味，加2块钱。如果你要两 scoop 呢，就是11.95两 scoop。现在我就要试吃这个 ice cream 了，很冷。好，喜欢吃 cheesecake 的朋友们可以点个，它的 cheesecake 味很浓，很好吃，冷冷啊。吃 waffle ice cream 呢，你就是要把 ice cream 掺跟 waffle 一起，还有这个 strawberry 一起吃。你就是要混合番和一个 strawberry 味道，还有那个 waffle。来到金马伦呢，我一定要推荐你吃冰淇淋，就是这个 Mr. Ice 的冰淇淋，很好吃。这边呢，每逢下午12点开到晚上的11点，然后每逢星期二休息。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